가다. 야, 快 写吧. 写吧，快写！ 秦公子，你是世家公子啊，你认识的能人亦是也多，你为什么偏偏非要为难我这个小小的宋诗呢？不就是买卖宅院写个契约吗？这对你来说就是小菜碟啊！而且咱们俩这关系啊，你不帮我谁帮我呀？啊，快写吧！啊，写吧！你是为平东郡王挑选别院，郡王是谁呀？那可是皇族啊，普天之下皆是王土。 这真要是出了事儿的话，我这小平头老百姓哪儿担得得起呀？段公子，段公子大可以放心，这靖远的来路啊，清清白白。可是你看看啊，这靖远十年之内倒了六十手，六十手啊！你敢担保这六十手之内都是清清白白的吗？我李某人最近忙于生意，没有闲暇顾忌，要不是这本金上周转不开呀，眼下缺钱。 我可断然不肯转让的呀！郡王想要，你敢不给？那是不敢啊！哎，对了，段兄，我记着你跟我提过一本书，叫什么来着？《资治通鉴》。嘘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给你找着了！哎。 写，秦兄，这是两码事儿啊！这我……哎，那你不要也行，那我只能把这本书烧了。哎，别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跟你又没冤没仇的，你坐践他干什么？我不敢留着呀，拿来吧。哎，拿走了。写。 今天的这个事儿能成啊，那必须感谢段兄写的契约字据。晚上请你吃酒。哎，我可是酒不醉人自醉呀。<笑>哎，你说郡王这个人就是奇怪啊。嗯，他是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嗯，这靖远能入他的法眼，哎，也是因为这片竹林。这片竹林看上去还真的是绿意醉人呐。嗯。 有道是，人怜枝节生来瘦，自诩高才老更刚。妙，不过不能太老。油锅烧热，煸炒花椒，把春笋这么一焖，啊，这是每日碎家餐，应时不思肉啊。<笑>原来段兄好的是这口啊！哎，那来来来，我亲自替你挖笋。有劳了。<笑> 哎，公子，你看那有几颗新长出来的竹笋？哟，还真是啊，有口福了。瞧把你急的！公子，好大一颗笋啊！这回我可真是，竟是不思肉了。 城都传遍了，说某人春笋炒肉没吃着，倒喝了一锅春笋骨头汤。这样的环境，面对这么多冤魂的尸骨，调侃合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春笋骨头汤啊，小火慢炖，再加上那么一点醋，哼，不做怎么样？有发现吗？啊。 现在啊，已经发现了七具尸骨，根据骨相看，都是女性，年龄应该在15-6岁。她们死亡的时间，应该在10年前左右。而且，你看这骷髅，它的牙齿和这颧骨的裂痕，应该估计为是被虐待而死。年纪轻轻的牙怎么就掉了呢？牙根还在，这是被人打断的。 谁那么残忍啊？
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腐朽的衣物，有手帕吗？借来一用。哎呀，尸骨烂叠，掩埋草率，这里面必定是有冤情啊！要不是我的春笋把它顶出来的话，我想他永远也发现不了。哎，对了，秦公子怎么样啊？他还在大理寺，郡王爷来了。郡王爷真是的，刚刚买了静园，就摊上这么一桩案子，哎，真是有损皇家的颜面呢。你知道那赌徒现在在哪儿吗？那个浪荡公子啊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变卖家产后又去赌博，现在过得跟乞丐差不多了。这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流浪到哪儿去了。令州府传令此人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证人。谁？此人是我的好友，是旭光商行的韩掌柜。韩掌柜，10年前吧，他是阮员外的管家，直到静园被没收。大人，在阮老爷没有死之前，小的的确在阮府当过管家。在这个我当管家的时候，阮老爷是不喜欢我们提起静园的事情，所以静园院子里的尸骨我们不知从何而来。这个案子的事情啊，那就有劳段兄和欧阳大人了。如果有需要秦某的地方，尽管吩咐，在下在所不辞。秦公子，韩掌柜，二位是静园骷髅案的重要人证，在本官办案期间，还请二位不要离开州府，以便传唤。一定遵命。啊，一定。秦公子，啊，这边请。哎，好。经过蒸骨检验，这些尸骨的脚腕、手腕还有脖子都留有明显的血印，这说明他们生前这些部位啊被人狠狠地捆绑过，受过非人的虐待，用力挣扎所致。另外啊，这两具尸骨他们的小脚趾比其他尸骨多出来两块指骨，这应该是西域胡人女子的尸骨。大人请看，这些尸骨的衣料泡出来的土质是黑土，而我们发现埋尸骨的地方是黄土，没有黑土，这说明这些尸骨啊被转移过。那竹林之外呢？全是黄土，暂不知这些尸骨是何时转移过。
这个破了孩子的吃相怎么这么难看，完全不随他们家公子啊。你真忍心让他去啊？我也不忍心这么做呀，可是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。贸然行动必然会打草惊蛇，而且目前静园一案的唯一线索就是那两具胡人女尸的入境渠道，只能委屈你了，白娃。哎哎，别抓我呀！别抓我呀！是干什么？别抓我呀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是的，你们带我去哪儿？放开我！大姐，可怜可怜我吧！叔叔给点钱吧！求求你了，几天没吃饭了，大姐行行好吧！给点钱吧，大婶儿，给点钱吧！饿死我了，大叔。给点钱吧，大叔，给点钱吧，可怜可怜我，求求你们了。哎，大姐，哎，给点吃的吧，好饿。谁家的孩子呀，都可怜死了。饿了吧？嗯，饿了。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没骗我吧？怎么会骗你呢？哎呦，这破玩意要他干什么？走了。真的？走啊，走。哎，啊。跟上，佟掌柜。嗯，过来。你不是带我去吃东西吗？嗯，着什么急嘛？我肚子饿。先饿会儿啊，乖。这个不错啊。他是谁啊？你猜。啊！歪吧。背回去。哼。欧阳大人，快快快，快跟上。掌柜的回来了。嗯。掌柜的。我们得想办法进去啊。你盯着，我回大理寺叫人。啊？他们里面怎么这么吵啊？哎，不是。你忍心把我和歪娃都扔在这儿？怕什么？我来回不就半个时辰？你不是还有高超的头脑吗？小心点啊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出来，快点！过来，都过来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，都过来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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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后面，你们几个站前面，快点站好，快点！佟掌柜，您瞅瞅，还满意吗？一个个的哭丧个脸，干什么呀？笑笑笑，笑一个都笑起来！把你们接到城里来。是让你们来享福的，都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嗯，知不知道？婆子，是，赶紧干活，完事儿了把他们送走。你先来，怎么还有这么一手啊？这我们家外娃哪受得了啊？快点！好啊！过去，好，你过来，过来。来，OK，站好了。
了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偶像废墟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站好了。掌柜的，都好了。嗯，把他们都送走。好，是。走走走，往这边。你跟着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走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男的是吧？在里面呢，给他也烙上。佟掌柜，搞定了，去吧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去，去。公子，嘘。笑什么？知道爷是谁吗？爷是大理寺飞宝欧阳飞雪大人的朋友。哟，我还是大理寺卿呢。哪儿来的两个傻货，敢在老娘的地盘上撒野？我不给你们两个尝尝我的厉害，还真以为老娘我好欺负是不是？去，把婆子给我弄醒。嗯。呀，哎呦，我的脸！你这天杀的！行了行了，丑不到哪儿去，算我卖给你个人情。喏，他们两个报仇去吧。哎，丑丑丑婆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敢过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武功。丑婆子，但是我丑，我要让你断子绝孙。哎，别别，我说错了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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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大理寺飞捕欧阳飞雪在此，谁敢造次？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的指望终于保住了。大人，我说还不行吗？嗯，没劲，快说。那些胡人，若是男孩，则卖去为奴；若是女孩，有些卖去青楼，有些……别吞吞吐吐的，有些什么？有些卖到富人家供其玩乐。若是玩腻了的话，便可退回来，再卖到其他去处。你也是个女人，你也是亲娘生、亲爹养的。如果是你被人玩腻了，退回来再卖出去，你是什么感受？没什么感受。我哎，欧阳大人，欧阳大人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佟掌柜，看你这么经验老道。做这个勾当很多年了吧？四年左右。四年左右。那你之前是如何把这些人私渡进来的呢？哎，我说大人，我可从来没有私渡过异国人啊。做那种生意，那是要长途跋涉去高丽国或者是辽国的。再说了，做那种勾当一定要有大商船才能瞒得住啊。在我们这些小码头上哪有那些大船啊？他们是怎么通关的？他们有固定的渠道和势力保护，一般人是不会来查的。啊，不过我也听说啊，大货场的那个掌柜贿赂官吏，纵容商行
贩卖人口和私渡生意。哎，我说大人，我真的就只知道这些，望大人开恩。嗯，佟掌柜，开恩是没有问题的，本来是要判你死刑的啊，但是呢，现在看你表现良好的情况下呢，可以改判你50年。50年？嗯，如果你要是能再交代一点的话呢，证据可以减刑。哎，我说大人，如果要是我全招了的话，能减多少年啊？那得看你能交代多少了，对吧？大人，我还知道，那大货主以吴掌柜势力最大，只有在他的商行和船只里，才能贩卖异国奴隶，其他的货主都不敢接手。哎，我说大人，我就真的只知道这些。大人，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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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在对不住啊，家兄在朝为官，欧阳大人也是官员，秦某实在不方便在府上款待二位，还是铁管家聪明，管韩掌柜借来别院招待二位。嗯嗯。秦某也算是借花献佛吧。那还干重活的苦力了吗？啊，干了一辈子重活的工钱，都不及那颗夜明珠的1%呀！我大理寺飞捕欧阳飞雪，岂是贪财的小人？哎，你看，无功不受禄。哎呀，要了钱，好查案呢。没钱也能查案，我现在就能下令搜吴掌柜的货场。鲁莽，私渡和贩卖人口都是杀头的重罪呀、啊！如果贸然行事的话，必然会打草惊蛇。这样不就功亏一篑了吗？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混进货场去，只要查到账本的话，就知道是谁在贩卖奴隶，进而查到那两具骷髅女尸的身份，不是？那请教段宋师，混进货场你有何良策啊？哼，看我的。等等，站住，哪里来的？干什么？朋友啊，朋友，我刚刚学了一点你们中原的文化的语言。我们是来自伟大的大辽国的，我来你们中原是为了做一些药材的生意。做生意的，我们是朋友。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啊！二位请应茶啊。是这样。
二位鄙人姓吴，但不知二位尊驾是？我们是来自遥远而伟大的大辽国。我的名字应该是按中原是萧，这是我的耶律老弟。好名字，好名字，小耶律。二位千里迢迢从大辽国来到地处，不知道是要做什么生意啊？我们这次来中原，是为了买一些药材回到伟大的大辽国去。药材啊？对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锋利的火围。来来来，请。二位请看，像这样封闭式的货仓，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处。吴掌柜，这样的货仓大概多少银子一个月？哎呀，小掌柜，这里便宜得很呐、每个月租金只要三两银子吗？耶律老弟，给钱。是三十两。三十两啊。这样来来来，看看吧，就这儿啊，这里一个月就三两银子，拿来吧。我的朋友，这里正合我的心意。快给银子。银子。谢谢我的朋友。这个吴掌柜啊，我看他是五行缺金呢。欧阳大人，拜托你以后出来办案的时候能不能多带点银子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俸禄每年就那么一点，哪能天天往案子里贴呢？小气。有一句话没听说过吗？叫没有花钱的不是，即便是三两银子也要做成大买卖。大买卖没问题，问题是我们卖什么。卖什么？今天欧阳大人能来，我真的是太高兴了。谢。来，来齐兄，来，我回敬你。来，哎，哎呀，痛快。欧阳大人，来，你要不要敬秦兄一杯啊？哎呀，来，这个怎么能让欧阳大人敬我呢？秦公子，上次我身体不适，所以就没有陪你喝尽兴。这杯我自罚一杯。哎呦，不用，我敬欧阳大人。那我段某理应再陪一杯嘛，来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痛快。秦兄，我段某突感内急。我先去方便一下、你快！欧阳大人，欧阳大人。哎，段兄，你能找到吗？我让下人带你去吧。完全不用。那我就不管你了啊。欧阳大人，哦，来，欧阳大人，你身为一个女儿身，那为什么要去大理寺做事呢？说出来怕你笑话。其实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，然后又喜欢打抱不平。自从听了公堂评书之后，就喜欢上推理断案，之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进大理寺，就一直到现在了。欧阳大人，巾帼不让须眉啊。哪里，这杯我是一定要敬欧阳大人的，以表敬佩之情。好，来，是。原来是你呀！便宜你了。实在，压酒好。
来。秦兄，哎呦，段兄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我道貌刚才眼拙呀，我竟然把院里的那棵植物，我看成了一个美人呢。啊，段兄，那不是你眼拙，那是西域有名的美人月季。那个月季花开时啊，那是频频袅袅，婀娜多姿，实力能闻其香，故得其名。美人月季，难怪段兄能看成美人呢。难怪我真是眼拙了。欧阳大人，秦兄啊，上次欧阳大人驳了您的面子，嗨，深感不好意思，所以欧阳大人，你看要不要敬秦兄一杯酒啊？哎，那都是小事儿，其实我今天啊也是备了点薄礼的。哎呀，这些礼物全当是想的对欧阳大人的敬佩之情，请欧阳大人务必收下。不可，秦公子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绝对不能收。秦公子真是太豪气了。哎，欧阳大人肯定是嫌我的诚意不够，那我再自罚一杯。哎，欧阳大人，你看，欧阳大人务必收下。哎呀，秦兄，不如算了吧。秦兄，你。怎么样，欧阳大人，你一定要收下。我。秦兄，这样，我来打一个圆场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欧阳大人有职务在身，不太方便当面收礼，是不是？那这样，我段某人呢，暂替欧阳大人把礼物收下。秦兄，你看如何呀？哎呀，段兄好爽！哎，我再敬段兄一杯。哎，谢谢段兄。来，干杯。吴掌柜，我的朋友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好说，好说。请讲。是这样的，吴掌柜，我和我的耶律老弟刚刚收购了一批药材，我们要运回遥远而伟大的大辽过去。很好。但是我们发现，你们大宋国的这个关税实在是太贵了，所以我们想请教这个吴掌柜，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在关税方面想办法？这个二位有所不知啊，关税的问题恐怕难以避免呐。吴掌柜，吴掌柜，打开看一看嘛。早说呀，我还以为是茶叶。这两个人呢？十五日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听得不太懂。十五日后出海，是人走还是货物走？我听明白了，我们是人货同去。吴掌柜啊，你去安排。哎，好，我来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啊，吴掌柜带路。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个脸上有疤、长得很凶的，叫做曹官带的人啊。他不会杀了我们吧？哎，怎么会呢？这位曹管带他可是船长啊，要知道他的船是最安全的啊。我跟你们说，城里那些有名的商行啊，什么旭光啊，龙泰呀，那都是跟曹管带的船一起出海做贸易的啊。那要是在船上他抢了我们的货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小掌柜啊，你大可不必这么担心啊，我们这里对每一样货物都进行了登记，如若货物出现了问题，
立刻是有望可查。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这等私渡之事，他当我们大宋利率都是摆设吗？哎呀，欧阳大人稍安勿躁嘛。哼，你看我段某啊，我的眼里是五彩缤纷的，但我的内心却是黑白分明的。你怎么老是有理啊？这叫圆融无碍，道法自然。快快快快！放心吧，掌柜的。好，快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赶快办啊！干嘛？韩掌柜，坐这儿，把劲儿啊！这个，哎，我这，快点，这个搬过去，快点！不对呀，我们俩化了妆，他认不出来我们才对呀。就是就是啊。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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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东西都放好。哎，我们去看看那边的药材，把东西都放在那儿啊。这边，这边，快点搬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清楚了啊，好好说说。啊，这个，这卖的是什么？这都是我们从云南运过来的上好的药材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边那几箱，千万别漏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记住这个。哎，这里写清楚。好嘞。金银珠宝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嗯，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些都是我的，那边仓库里还有很多。需要点清楚啊！是，这是把特制的锁，很难打开。韩掌柜，怎么了？哦哦，没什么。这八箱货啊，都是刚到的。哎，段兰，嗯，门关上了。你说我们怎么能拿到钥匙呢？快，跟我来。嗯，你的这个面做的还是不错的，跟我们大辽国还是有点差别。下次要好好的做啊。老板，我的面子怎么没有辣椒呢？对不起，真的是非常抱歉，我的朋友，我是来自伟大大辽国的，我们都是朋友。这样，我请你洗澡，我请你洗澡好吗？都算到我的身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请你洗澡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洗澡的钱，我请你洗澡。非常抱歉。啊。我尊贵的朋友，为了表达我诚挚的歉意，刚刚我又给老板一些三岁的银两，你完全不用着急，可以在这里尽情的享受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啊，舒服。
去，一件一件的搜，查仔细点，快！什么人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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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给我！那个货柜里的账本根本就不是重点，曹管带也知道这个道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那么痛快地让我们跑掉呢？你越说我越不明白，你不说账本就是证据吗？那个账本根本就不是真的。那真的账本在哪？我怎么知道？曹管带，我们现在留宿在客栈里面。但是我们听说最近客栈的盗贼非常的猖獗，我们非常的害怕，所以我和耶律老弟决定，既然要出海，莫不如把这些宝贝全都放在曹官带这里。曹官带的身材真的是太棒了，放在你这里我们完全的放心。嗯，鸡鸭臭石头一堆，烂树根一条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曹官带，这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我这是精雕细琢的玉如意，还有千年的人参吗？啊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变成了石头烂树根了？你什么意思吗？好啊，把你的千年人参玉如意拿回去。好吧好吧，你这石头就石头，烂树根就烂树根吧。行。吴掌柜，你这什么意思嘛？啊，刚才那个曹官带把我带来的鱼如意跟千年人参挤成了什么石头啊？还有什么烂树根？你这什么意思嘛？就是少呀，吴掌柜。走什么走？你以为我们刚来过好欺负是吗？你们就还给我，还回来。别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二位，跟我走。啊，来来，先进。啊，来来，请。怎么样了，吴掌柜？这是刚刚曹管带派人送来的东西，都在这里，请您清点。好。来，二位来看一看，东西都在这里，一样不少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二位啊，我还要跟你们说一点，东西放在这儿，按照惯例是要收一些储存费的。还有一点是，多少银子？不贵不贵，就三两。三两银子嘛，耶律老弟，来，算了，鉴于二位这么有诚意，那三两银子就免了。吴掌柜真的是太多朋友了，多朋友。好了，你可以去把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。是啊，来，二位，给你们看一看。这就是二位所有货物的登记和契约啊！我来看一看。吴掌柜，你的这个契约有点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上面为什么没有耶律老弟和我的商号呢？对呀，我们的商号哪儿去了嘛？商号是不能写的。为什么？商号是我们私下交接的，议会则已。等做完了买卖，这个就烧掉了。烧掉了。对。没有商号，没有私渡记录，更没有私渡记录的契约，这可怎么办？奴隶的记录在哪儿？写的什么？快说，不然杀了！快说！快说。二位稍安勿躁啊，我跟你们说，就在那个记账房有三排柜子，最后一排底下有个抽屉，那里面有个本子写着旭光商行的，里面记着猪人的，就是。再说一遍，猪人。猪人怎么不早说呀？怎么不早说？二位你看，你们也没问我呀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再说了，你们要是早问，我不就说了吗？我走，可以帮我解开了吧？我这很难受。别啊！我乖乖的，一二三，
找到了，猪人。快走，快走。走路不长眼睛啊你！准能卖个好价钱。三，去教室，把他们都弄过去。是是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让他们去干活。别哭了，快，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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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许哭，听见没有？都不许哭，好好干活。看，这是四爷。你们两个干嘛呢？哎，看你们就不像好人。哎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大理寺飞捕，大理寺飞捕，谁敢造次？摇牌呢？我没带摇牌。来人！别闹了！打死他们！别跑了！你们跑得快，我去干活。走，出发，叫叫。给我仔细搜。大人，什么都没有。欧阳大人，什么也没有搜到。收队。是。啊！快，把他放下来。大人，根据尸斑推断，他的死亡时间呢，应该是午时。是谁发现的尸体？飞捕大人，是小的。小的今天是来找吴掌柜谈生意的，没想到吴掌柜他自杀了。这人好好的，干嘛自杀呢？就算有罪，能多活一刻是一刻。他不是自杀的，他是被杀的。段公子又有何高见呢？花大人先说说他是怎么自杀的呢？一个凳子，一根绳子。他站到这个凳子上，把绳子挂到房梁上，头套在绳子里，脚把椅子一蹬，他就吊死了。嗯，花大人，如果你要上吊的话，你会怎么蹬凳子呢？我要上吊的话，我呸！你才上吊呢，他肯定往后蹬啊。那凳子为什么向左侧倒呢？他可能习惯往左蹬呗。哦，
上吊习惯到向左蹬凳子。花大人这种推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呀。这么说，吴掌柜是一个自杀经验极其丰富的人喽。那段公子请说一下，他是怎么被杀的呢？其一，就算他是自杀的，这个人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。不过从房梁的状况上来看，丝毫没有绳索与房梁磨损的痕迹。这其二嘛，人上吊的话，脖子的勒痕应该是向上的，而吴掌柜正相反。按我的推断，吴掌柜是被人勒死了之后又吊到房梁上去的。其三嘛，屋里收拾得这么干净，丝毫没有争斗的痕迹。我推断凶手使用了障眼法，意在迷惑所有人的眼睛，制造了一个吴掌柜自杀的假象。花大人，如果没有精明的头脑和准确的推断的话，就不要臆测，这样的话是会草菅人命的。你怎么知道这屋子里本来就不是那么干净的呢？我此人是我的好友，是旭光商行的韩掌柜。那里面有个本子写着旭光商行的，里面记着朱人的就是猜的。我没杀人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没跟你说杀人的事儿，带走。是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哎，来来来，干。嗯，欧阳大人辛苦了，听说今天大理寺的捕快总动员呢，好威武啊。大家骑着马咔咔咔咔的通通给我拿下。大人什么时候也带小的去见识见识啊。韩掌柜，如果你进了那场面，那你离坐牢可就不远了。哎，到时候一定记得请段兄帮你伸冤呐。齐兄说笑了。哎，对了，齐兄，欧阳大人近日疲于查案，所以不知道我们二位能否暂借别院静养几日，整理案情呢？啊？这不太好吧？说的极好啊，这别院清静逸雅，特别适合静养。欧阳大人，你意下如何？我觉得非常合适啊。那韩掌柜秦公子就打扰了。哎呀，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啊。甚好甚好。韩掌柜，那麻烦你了，安排一下。那好，欧阳飞捕大人跟段公子肯住下来，那是我韩某人的荣幸，荣幸啊！啊，欢迎欢迎二位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又来便宜你了。什么人？段宋师，是你啊？要不是我身手敏捷，刚才那一箭就被你给射中了。段宋师，我的剑法百步穿杨，我要真想杀你，你是跑不掉的。段宋师，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当然。
哎，段公子。哎，哈哈，铁管家，你也喜欢养花啊？这样的美人，谁人不爱呢？哎，这南方的土大多是红色和黄色，为什么这个土是黑色的呢？哦，段公子有所不知啊，这花是韩掌柜的最爱，这养花的土也是从辽国船运回来的。哦，韩掌柜真的是，连养花的土都要从辽国运过来，真奢侈啊！哎，铁管家，你这是？啊，我去后院的小湖钓鱼。哦，请，请。铁管家，哦，段公子，钓了几条鱼啊？钓两条鱼，向下酒。哦，哈哈哈哈，铁管家身上带的那颗牙齿是你自己的吗？哦，这不是小的，这是一位已故的友人。那看来必定是至亲之人啊。哎，对了，铁管家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。请讲。这后院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个小的也不知道，不过据说很神秘，只有韩掌柜能进去。哦，呵呵，来，别急啊，看看又发现什么了？还记得这个吗？嗯，这是骷髅身上的腐朽衣物，有黑土啊，看。再看这个，看看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味道不是重点，这是我在美人月季那儿发现的黑土，看到了吗？嗯，你看。看出什么不同了吗？土是一样的，这两个黑土的土质是一模一样。段公子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铁管家。段公子，这个别院晚上有点冷啊，我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床被子，快给段公子送过去。有劳了，有劳了。啊，这边。哎，欧阳大人也在啊。哦，我跟段公子在此讨论案情呢。啊，对，我和欧阳大人在此讨论案情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段兄，你还好吧？是这那边那边跑去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回头枕头该换了，被扎了好几个窟窿。哎呦，啊，欧阳大人呢？欧阳，欧阳大人去那边追刺客去了。啊！欧阳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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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哎呀，段郎，你没事吧？欧阳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欧阳大人，我担心死你了，你没事吧？秦公子，我没事儿。哎，有刺客，刺客在哪儿？刺客，
刺客等你等的都回家睡觉了，刺客。秦公子，小的睡得太死了，恕罪恕罪。哎呀，去。哎，没事儿，刺客都已经走了。韩掌柜，哎，你这个别院真是太热闹了，宾客可真是络绎不绝呀。哎，说得对，这刺客也太胆大妄为了。欧阳大人，官人他也敢刺杀？对呀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个货场的人来报复啊？嗯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货场的人做的本来就是非法的勾当，欧阳大人只是依律办事而已。刺杀我一个布衣学子，你说呢，韩掌柜？啊，我也是这样猜测的。既然大家都没事儿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要不就早点歇息吧。甚好甚好，有事儿明天再说。秦公子，你觉得如何？我们当然都听欧阳大人的呀。那就都散了吧。好，散了散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吧。别，那边。公子，那我退下了。秦兄，莫慌莫慌，有欧阳大人在此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不过这个院子的安全确实应该加强防范了，刺客万一要是再来的话，你也有危险不是？后面这两个弓箭手小哥剑法奇准啊，那天晚上幸亏我反应机敏啊。哎呀你这个，你看看，这么大人了，还流两行鼻涕。这块布真特别，在市面上都没看到过。哎，喜欢就拿两匹走吧。哎，秦公子可真是豪爽之人呐。韩掌柜啊，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你看这两匹都是最新的料子，来送你。我来替欧阳大人拿着。我都说了，这里就是些布料啊、药材呀、货物啊，都没什么好干的，我看还是到大厅去做。啊，好啊，好，欧阳大人，我来引路。哎，请。请。哎，哎，段公子。哦，哎呀呀呀，哦，脚抽筋了。来。哎，请。哎呀。终日错错睡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，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好诗啊，段公子。
不过你可把我这鱼都吓跑了。这湖里这么多鱼，铁管家你一条也没钓上来啊。说的是啊，这个时节鱼最馋了，怎么一条鱼都没钓上来呢？哎，铁管家，古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，铁管家不会没听说过吧？这段公子，小的没读过书，您这样讲小的听不明白啊。铁管家实乃是姜太公，我段某实则是湖中的一条鱼而已呀。你看那边有几颗新长出来的东西，还是铁管家聪明啊！我韩掌柜借来别院来招待二位，我特意让人准备了一床被子。这养花的土也是从辽国船运回来的，这后院据说很神秘，只有韩掌柜才能进去。放下，没看谁来了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不要命了。是是，啊，韩掌柜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欧阳大人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来人，把韩掌柜给我拿下。是。哎哎哎，别动！欧阳大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欧阳大人，这临安府是请我去协助调查吴掌柜的死因呢，这还用得着这么大阵势来抓我？我又没犯什么罪呀。哼。好你个没犯罪，那天韩掌柜不是希望本官这么大阵仗带你吗？嗯，对，我作证，你说过，而且秦公子还让我替你申冤，但是我没答应。韩掌柜何罪之有呢？听好了，第一宗罪就是谋杀吴掌柜。啊，这从何说起啊？吴掌柜的死亡时间是在5时3刻，此前你去找他并杀了他，之后清理干净现场，伪造成吴掌柜自杀的假象，之后再假装发现了吴掌柜的尸体。哎，欧阳大人，何以证明是韩掌柜伪装了现场呢？问得好。竹月，韩掌柜，请你把他们配套成对吧。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。韩掌柜他红绿不分，因此把吴掌柜茶碗的碗盖扣错了。我找吴掌柜是去谈生意的，我怎么会去杀他呢？哼，你贩卖私盐，还做偷渡的勾当，杀吴掌柜就是为了灭口。哎，欧阳大人，怎么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人家韩掌柜身上呢？啊，对呀，对。好，竹月，韩掌柜，这是你送我的布匹，可这竹筒里为什么是咸的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不说也知道，因为里面装过盐。铁管家，段公子，最近你有没有钓到鱼呢？没有啊。哎，那可真是奇怪了，前几日湖里还有很多鱼，为什么近几日一条鱼也没有了呢？也不知是哪个卑鄙无耻下流的野猫把湖里面的鱼都吃了。来呀，把水拿过来。秦公子，你先尝尝试试怎么样？这什么呀？欧阳大人，韩掌柜，要不你也尝尝啊，尝尝。
鱼都被你腌成咸鱼了，难道你是用船把海水运过来的吗？海水也没有那么咸的。我怎么知道那么咸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吧，是因为你把库存的私盐都倒进了后面的湖里。最近京城正在缉拿私盐，你怕罪行暴露，但是又不忍心把这个盐白白的扔掉。这里本是一潭死水，盐又不会流失。哼，等这阵风过了之后，你把湖水蒸发晒成盐，继续你那无耻的勾当。你乱讲。还有靖原骷髅一案，你才是凶手啊。这真的不关我的事，这又从何说起呀？铁管家，到你来说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每天看着你的嘴脸连水都难以下咽？铁管家，你这又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这就是你的罪证，你贩卖奴隶，男的卖为奴，女的卖为娼，漂亮的你就自己玩乐，虐待他们。我妹妹就是这样被你弄死的。这是我妹妹的牙齿，就是那一年被你活活打断的。她年方二八，与你女儿同龄。你这个禽兽！等等，你妹妹是谁呀？我根本不认识你妹妹呀。静园里的尸骨就是你的罪证，里面就有我妹妹。哎，别啊，欧阳大人，静园里的尸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啊，那个尸骨根本就不在静园。铁管家，带路吧。我得知郡王要购置靖园，便将这里的尸骨移到了靖园。只要郡王修整靖园，尸骨必然会暴露。由于郡王的声威，此案情必定会震动京城。有了段公子和欧阳大人断案，我妹妹的冤情也必定会昭示天下，而你也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。韩掌柜，你认罪吗？韩掌柜，现在证据都这么充足了，你还不认罪？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，你赶紧认罪吧！师兄，谁都不要动！韩掌柜，我劝你不要乱来。谁过来，我就杀了他！别动，反正我已经死定了，在黄泉路上找个垫背的。韩掌柜，我对你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这么对我不太合适吧？你对我像兄弟一样，还不是因为我平常都巴结你，供你吃喝玩乐，你才把我当兄弟吗？你这小子命好，家里有财有势，你是靠你家里的势力去做生意发财的吗？你做的勾当丧尽天良，即使家财万贯又有何用？什么叫丧尽天良啊？啊，我丧尽天良都是被逼的，就是你们这些狗官呐。飞捕大人，你不过就是他们的鹰犬而已。我就是后悔反应太慢了，没有把你们一个个都毒死。你都别过来。韩掌柜，量力而为啊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秦公子的家世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他万一有那么一丁点闪失的话，死的可不止你一个呀，那也会殃及你的亲人的。
我知道你现在最想的是从这儿走出去，没关系，你来抓我吧。哎呀，想我段某孤家寡人，这么多年也未有一个妻儿，再加上我与秦公子相识多年，我来做你的人质怎么样？啊，段兰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一笔买卖，你是个生意人，买卖划不划算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不要想太久啊，要不然我段某后悔了，这个机会可就没了。就是你坏了我的好事。好，你来垫背，我比较解恨呢、啊、你过来，慢慢过来。好，我过来。范兄不要，你不要耍花样啊。哎哎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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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是往前冲什么冲啊！段兄，断了。段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小心！我这怎么样？哎，你这伤得很深呢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哎，你看看，还好，还好。铁管家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？公子，你知道我妹妹为什么会死吗？为什么呀？韩掌柜贩卖私盐，用美色巴结盐铁使，而这位盐铁使就是你父亲秦老爷。你别血口喷人，家父为官清廉，而且前年已经去世，他怎么会害你妹妹呢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，他们都死了十年了。问你的，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把他押回大理寺。此次啊，大理寺司职欧阳飞雪与段兰大破骷髅案，为大理寺争夺了荣誉，屏东郡王对此大为赞赏，郡王特意赏欧阳飞雪。谢屏东郡王。还有一事，本官宣布即升欧阳飞雪为四品少卿，即刻上任。谢大人。其实呢，骷髅案乃属案中案，此番一举破获了私赌案、私盐案、贩卖奴隶案，四案并破，实属罕见呐。陈大人。知道了，本官一高兴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来人呐！各位辛苦了，这些个鸡蛋呢，给你们补补身子。是大人，谢大人。我这小家，我这上面是什么？鸡蛋，黄金，这是骷髅案。那我这也有，我这也有，这有。我这是陈大人，这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不是，哎，这下子是丹青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我看，这是大人给我，哎，这是我的，给我，哎，给我看看我。哎，这是我的，你别抢，给我看看。给我，给我的呀！哎呀，陈大人，
陈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家的鸡蛋都是我的命根子，我的命根子，我。不对啊，我家的鸡蛋都是镂空的呀。陈大人，陈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段宗师啊，跟你开个玩笑。想不到你这么聪明的人也有失算的时候啊。拿着。高南啊，啊，君王听说你给百姓断案只收一个鸡蛋，他让我带他送你，结礼吧。谢谢平东郡王。哎，金蛋可是郡王特意为你定制的，上面雕刻了你所办过案子的名称。多谢陈大人。啊，郡王还有一事吩咐。啊，还有事儿啊？郡王想修缮静园，可是这静园呐，几经转手，其中关系错综复杂，剪不断理还乱，郡王担心呐，这日后呢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，所以想要你。哎，这哎，我说段总师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陈大人，这事儿我真管不了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啊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滚出来吧，凶手！你谁呀？我，哼哼，段兰。穿上了夜行衣，换了恶人心，坏事儿要趁天黑。白天装太累，哦，天黑天黑，谁能认出我是谁？让我看清明，谁在拨弄云风？白天我是谁？等天黑天黑的你放下戒备，再多的诡计也让你插翅难飞。翻过了墙，越过了窗，跳上了梁，做好了准备，所有人都已熟睡，我要将这罪恶加倍，颠倒所有黑白是非，要做就做得干脆。越过了墙，布下的网，滚出来的凶手，遇到我算你倒霉，我要把你阴谋摧毁。